讲求六经，孝经通，四书熟，如六经始可读。诗书易，礼春秋，好六经，当讲求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读通孝经，读熟四书，然后才能读六经。诗经、尚书、易经、礼记、春秋、乐经，号称六经。这是中国古代儒家的重要经典，应当仔细阅读。再读一遍。孝经通，四书熟，如六经，始可读。诗书易，礼春秋，好六经，当讲求。